运势呢有五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猴、老鼠、好龙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呢吉星照耀，非常有利于财运上的表现哦，所以可以多留意一些投资的讯息，会让你呢荷包满满。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，财运最佳生肖属老鼠的朋友，还有呢事业最顺生肖属鸡的朋友，以及呢我们桃花最旺生肖属兔的朋友，恭喜你们。